拜拜胜的马头鱼，这个好像附赠的真假哦，阿乐影客真空保鲜棒，这里真空保鲜棒的这里有一个吸头哈、哦，把这个对折蓝色的圈圈。半碗的酱油，加入蒜末跟姜末，加一些五香粉，加一点白胡椒粉，加一点糖，加一片月桂叶，保鲜盒的玻璃是可以放入微波炉，也可以放入滚水烫机，可以放凉。今天早上让蛋黄一起在煎熟了，放到冰水里加温。小的呢，差不多是我的手掌再大。是这一次的真空保鲜棒 A 组组合，全部的真空保鲜袋，总共有26个，超豪华版。B 组们有16个真空保鲜袋，大的有4个，中的有6个，小的也有6个，我再送你一个真空保鲜盒。